到。觉得。不是好拜布的。现在要开始的是国际浪分赛的拜布鼓励赛，由穿黑色勾俊的，我好久以前的衣服，对，林玉维，林玉维对上穿上红色 NTU 南洋理工大学，不是我们的台湾大学 NTU 的新加坡选手 Austin。昨天的时候 Austin 对上潘少宇，两位选手算是打了蛮长时间的，分数都蛮接近。对，我的感觉是 Austin 虽然这一次的实力是不是浪分是浪在大概两分嘛，对，好像是浪15分，对对，但是我觉得他的实力其实大概是我们的男 A 减差不多，嗯，所以对林玉维来讲，有可能会比较吃力一点点。嗯，但是两位选手浪分应该是一样，是吗？你对，林玉维应该是浪分，对，你是苏俊豪，浪分是。苏俊豪，他是高高的，对，比那应该是一样。对，拿着对，里面不行啊。我一直觉得玉维的那个袜子好花俏，真的。忍不住一直要看他的袜子，抢镜头啊！真的，行。我今天一开始在拉直线，嗯。样分赛的策略尽量都是早期拉完之后，后面都会没力。哇，急着抢攻啊！对啊，嗯。尽量保留实力在后半段会比较有优势。你刚最紧。现在负9负14。Austin 领先。没错。林玉维的挥拍随拍再多一点会比较好。嗯。拍脚停下来的话，球会比较美丽。哇，两球，又一个太早击球，球其实还没到他的球拍就出去了，对，导致拍面往下，对，太急了。哇，这一球竟然 safe， 竟然进了耶，对，好球，好球，有一点小意外的感觉，嗯，得分就是好球，对。球是不是弹跳有点快？对，我觉得这一场的球好像连后场弹得很高哎。对，感觉跟刚刚看的其他场比赛比起来，这颗球特别弹，对，不知道为什么。哇，好球！阿斯顿举手的意思是他认为刚刚因为那一球是对他已经碰到红线这样，但是裁判敏恩，这一场的裁判是郑敏恩。他认为是 OK 的。对。活得好好的，活得好好。还好还好，还没有帮你拍。你奶奶你去打比赛，知道吗？打上了，剩下三分钟就一直觉得说，哎，你会一直觉得，家两边选手都不太敢进攻，不太敢放那种小球。我觉得好像目前看起来后场也没有太多空隙啦，对，就是没有哦，这个是个空隙，就是没有太多的机会球让，对，又是一个机会球，怎么我一讲完就一堆啊？不能说，对啊，打一直打，怎么会这样？本来想说他们的后场打得不错，啊，结果突然间就漏风了，又来了，好球。好，机会。哦哟，是一个非常俏皮的转角。想要来一个 cross cut kick。陈希红，好俏皮。陈希红先生，如果在场，请到大会来，谢谢。想要骗一个，但太紧张没接好。哦。我觉得对 Austin 的打法，如果用这种
比较快的球，对，其实没有太大作用。对，反而像那个 Adele 的那种调动，可能对 Austin 比较像。对，或是像少宇那一天，昨天也是只是稳稳的打，对，他没有做太多变化。看谁先失误的话，可能对他比较有。但是可能是玉维，他毕竟还在 B 组嘛，稳定度可能还不够高。对，嗯。现在比数来到-3-9呀。我们都是以可以的英文，还可以，大家都也是 NTU 的嘛。对对对。这个打墙壁了。这种处理的球最好还是打直线的高吊球处理会比较好。已经没有空间做球了嘛。哦，机会来了，好球！我知道，你在干嘛？真的？他是内线。比数来到-1-8目前还是 Austin 占有优势。好，机会，继续拉一个直线。Austin 的后场确实是比较稳的。对，而且他的斜线都很深。没错。林玉维第三次打到地板。嗯。可能要调整一下他截击的位置。这个大概会传染，因为我今天也是这样。对啊。因为球的弹跳这样比较特别。对。我今天也是太早击球，有的时候会突然间手感就很差，对，看太快了。哎，什么东西打的啊？我不知道，我知道他自己拿。玉维要是不稳住很难。对，他自己拿给我的。其实大部分都是自己失误比较多的。球，好，好球，时间好，嗯，飞球的落点根本不能等，对。高调，但太远了。哦哦哦，有点乱。哎。我以为对于比较快的球，它处理的没有这么稳定。建议还是上线回去，因为可以把这个影片看个十遍。对。早点停下来。哦，来个 lucky shot。很幸运的那个，然后滚出来，直接平轮。对，斜线的角度也不够深。哦哦哦哦哦，两边有一点拉开，一定没有站稳的。完了，打。现在两边相差了10分了。好，刚刚Austin那个小球的水拍做得很漂亮。对。觉得就是他在这个一点点，就是拍子有没有把它全程挥完，影响很大。嗯。尤其当比赛越接近的时候，那个稳定度就有差。对。哎呀！哇！还是有跟上。无法。对，那球实在太突然了。对，被打回本能。
机会可以追回来。哦，错边了。对。有点半放弃的状态。入围好几个球都打到中间了。对。他的破石那些都是比较打中间的哦，这一球有骗到，但是阿森超快的，又是打到中间了。加油加油！这一球打完，应该两位选手就已经累了吧？这位爆了吧？比赛结束，然后 Austin 获胜。对，恭喜 Austin。Thank you.